人的念头太重要了。你造的这个业，这个世间人没办法对付你，老天爷来管你了。实际上老天爷还是你自己更深一层，是你意念在造业，意念也会把你毁掉。文明得福，文明已经得福了。为什么呢？结了缘了。你跟极乐世界有缘，你跟阿弥陀佛有缘，你就有福了。有缘进一步，你就会亲近他，你就会接受他的教诲，他就真正帮助你破迷开悟啊！佛对一切众生慈悲救济，用什么方法？用教学。为什么要用教学？佛知道一切众生苦难从哪里来的？苦难从迷惑来的。因为你迷失自信，所以你的想法错误了，你的看法错误了，你思想错误了，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就造成了冤冤相报。你看，给人冤冤相报，给动物冤冤相报，跟植物冤冤相报，跟山河大地冤冤相报。现在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了。跟人的冤冤相报，这战争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信息，美国在准备部署最新的这个飞弹，这个飞弹的射程是全球每一个点它都能达到，换一句话说，把全世界都控制在它飞弹射程之内。这个念头不好啊，怎么可以这样做法？动这么一个念头，人的念头太重要了。你造的这个业，这个世间人没办法对付你，老天爷来管你了。实际上老天爷还是你自己更深一层，是你意念在造业，意念也会把你毁掉。我们知道，这科学家讲的，大概是在5万年到6万年之前，大西洋有个国家，科技也是发达到非常，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亚特兰蒂斯，整个大陆沉到海底，这个念头太可怕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法？这就是人与人对立了，造成不和那现在人与植物对立，怎么跟植物对立？你用的化肥，你用的这些农药，这不是杀害那些病害虫啊，连植物本身都遭到灾害。所以现在这一些植物，看起来是很好看，营养价值跟从前相比，恐怕损失了一大半。这就是什么呢？植物它来报复你这动物报复你，现在这些人吃的这些肉，这肉能吃吗？
你吃了它，它也要你的命。啊，还是人为的。啊，你要让这些动物加快的生产。啊，给它注射这些荷尔蒙，帮助它赶快长大。啊，它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也遭受破坏了。啊，所以带着很许许多多的病菌，你吃了它，今天什么奇奇怪怪病都发生了，病从口入啊。那这是他对你的报复啊。那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不敢吃了。啊，好像三四年前，我有一次在山东庆云，啊，齐居士要我到他家乡去玩，啊，看到一个养鸭的一个机构，啊，带我去参观，啊，看他的小鸭，啊，里面的主管把小鸭提了一只放在我手掌上，跟我手掌一样大，啊，就这么长，啊，很大的一个小鸭了，啊，他问我，这法师你看看，这个小鸭出生多少天了？我估计啊，至少十天。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我吓一跳啊，从来没见过昨天出生的今天长这么大。我问他，你这只鸭子长大了卖到市场需要多少天？2个星期。我们从前在家乡养鸭子养那么大，至少养半年了，这还能吃吗？他告诉我，北京烤鸭1/3他们提供的。我回头告诉大家，不能吃了，要你命啊！你要他的命，他就要你的命啊！啊，山河大地，你对不起他。啊，任意的去开采，去破坏，把自然生态破坏了，山河大地也报复你。地震、洪水、旱灾，啊，这些麻烦事他来报复你。你怎么对待他，他怎么报复你？它不是死的呀，啊，一块泥土一粒沙尘不是死的，它是有机体啊，它有受想行识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它？啊，这个事实真相佛在大乘经里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就讲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细细去观察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啊，30岁开悟。啊，孔夫子也是如此，受无由至于学32例。啊，释迦牟尼佛也是讲的32例啊。啊，开悟之后就从事于教学，教一辈子啊。啊，79岁走的，啊，讲经教学49年，那乐此不疲啊，那这个事情真快乐啊！啊，当年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啊，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天天不忘老师。我这一生活得这么自在，活得这么快乐，这路他指的，他要不指的话，我这一生可能苦不堪言了。啊，哪有这样幸福快乐的生活？啊，一生教学，守住自己的本位，职业教师，
啊，做教员不是做校长。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做教员呐，得大自在呀。啊，我们把它认识清楚啊。啊，教的是什么？普世的教育，不外乎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教育在社会上普遍推动，可以得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少数人还要向上提升，那是哲学跟科学，佛经里面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我当年跟方老师的时候是跟他学哲学。啊，他给我讲哲学概论，最后的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锲而不舍。啊，从他老人家介绍到今天。59年了，59年发现不但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啊！你看现在的科学往宏观的世界达不到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华藏世界世界成就篇，还没达到这个境界啊！讲到微观量子力学，没有讲到自信，只是讲到阿赖耶，算是很了不起了啊！量子力学讲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啊，名字不同一个意思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科学家讲的能量。阿赖耶的转向就是信息，啊，境界相就是物质，啊，逐渐呢，哲学、科学跟佛法融合成一体了，啊，所以我们要把它认识清，它不是宗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